I'm Thomas. We're on the outskirts of Beijing, and $1 million worth of pigeons just flew over my head on their way back home. 这个鸽子呢，这羽鸽子应该它是自己，这个保的这么一只鸽子，它不会卖的。我给我鸽子养得非常好，我打赢得比赛，我既有荣誉，还有一定的经济回报。成功人他有钱，他都有很好的乐，但是鸽子只需要一个合理。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热情、认真的态度。Can I ask, do you have a girlfriend? No. Doesn't matter. Cool. 每一年所有的赛鸽都是很残酷的，就好像战争一样，总有赢的一面，也有输的一方。但是战争这种东西，它永远会存在。